最后我要说的是，据我们了解，美方正在策划，试图要增强在这个地区的军事部署。我希望并呼吁各方都要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。美国的惯用手法是制造出一个问题来，然后利用这个问题来实现自己的目标。但是在中国面前，这套做法行不通。我们要发出警示，美国不要轻举妄动，美国不要制造更大的危机。